由市议员郑嘉欣和台南知名美发业者合作，连续两档举办爱心义诊的活动。今天在桂林林寿宫登场，一早就请真侪民众前来参加。立业者也出动15位的设计师来为民众服务，希望会当让社会弱势民众在旧历新年之前，都会当有一个整齐清气的头毛。由市议员郑嘉欣和台南知名夹头毛的业者所合作举办的义诊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二档，这次选定在桂林林寿宫举办，一早就请真侪民众前往参加，气氛相当热烈。去年前刚好有这个机会，一起携手跟这个闽南慈善发型的徐总裁来合作这个寒冬送暖爱心义检的这个义检活动，非常的感谢总裁哦，也愿意在这第二届，然后持续的来相挺。那我们同样都是年轻人，那最主要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好将这份爱，然后散播到我们的社会大众。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南关县就是比较属于一个偏乡的地方，那长辈年龄层都是居高。那希望说呼吁更多的年轻人以及企业家共同出来参与这个爱心公益的活动。李志祖业者也特别出动了15位设计师来帮大家夹头毛。更是有计要服务超过200位民众，希望会当让大家在过年前拢会当有一个轻松的头毛。我们一直就是都在于偏乡都有在做服务了哈，那刚好也感谢我们那个郑嘉欣议员的服务团队呢，也在这一路上面的一个协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南关县这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偏乡的义检的一个服务，然后那这是我们第二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今天预计大概是在200个民众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已经进入第二届爱心义诊活动，每一处拢受到大家热烈欢迎。郑议员也表示，小义工过年前爱夹头毛，才会有好彩头，所以未来伊也会持续举办义诊活动，让弱势民众拢会当感受到来自社会关心，更期盼会当唤起更卡侪人做伙来做善事。记者郭佳敏桂林区采访报道。